我们武汉颜色最好看的一座桥。下班了，我是罗宾。现在是干嘛？这两天发了几个视频吧，闹得沸沸扬扬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武汉的几个朋友约着一起吃个饭，组一个饭局。我现在去赶场子，然后今天还想带大家去看一下汉阳的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桥，听说蛮美的，我没去过，然后可能过去就是晚上了，夜景应该也是很不错的。然后吃饭吧，所以今天不开车，准备坐地铁过去。经过了武汉满城挖的那几年的阵痛之后，现在的交通真的是非常的方便。刚才是坐地铁嘛，现在转到一号线，这是轻轨，就从地下转到地上了。这是一号线轻轨，轻轨站。这运气不错啊，出来以后发现地上有下雨的痕迹，也是好事儿，出来了它就不下雨了。这过年这期间一直武汉都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，所以好像雾霾空气质量也不太好，下下雨也是好的，真的好久没下雨了。然后现在我来到的是武田二路的凯德广场，这约的是两个哥们儿，武汉的哥们儿，也是这个频道里面认识的。我们一认识了快两年了吧，时间蛮长的。看到了，现在武汉的管控还是非常的严，进商场要看那个7天的行程码，还要测体温才能进来。所以武汉是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哇，这个征兵溜冰场还蛮大啊。3楼，从1楼上来，你看，感觉都没什么人，就是4楼吃饭的地方人最多。我找了一大圈，终于找到了，我们吃饭的地方就在这儿。OK， 看到了。今天是什么？碳蛇，钢炭火钢锅。哎，这哪进去啊 ？OK， 只有吃饭的人最多，所有都是这样的。你好。你好。啊，里面有人啊？有人。对。好，里面请。好嘞。Hello， 是啥呀？是什么？牛蛙，这里。鱿鱼。OK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但是你们看它图案的，看是转型的吧？它是对，但是它电影院蛮高啊，我已经不懂，什么电影院往哪里？到了，就这个古天桥，还是挺难弄。晚上还是蛮好看的呀，光，但是那个灯。不是很强啊。这个桥的原色啊，就是蓝色的，白天来看非常好看。这是江汉六桥啊，也叫古田桥，它是连通汉口的江岸和
汉阳的一座桥，天空不作美，现在下雨了。这个桥是江汉桥上面非常好看的一座桥，白天看是一个蓝色桥，非常非常的现代。然后现在晚上看这个颜色是也是那种，但是蓝色深蓝色，我感觉颜色好像有点颜色太深了啊。武汉还有红色的桥，是吧？是。蓝色就这一个。下了这雨越下越大呀，这天哪，镜头上都是雨啊。下雨了啊，桥下面这地方很多跳广场舞了，也不叫广场舞，这叫应该叫交谊舞，是很多大爷里面我们躲雨跑来躲雨。这个桥还是可以上去的，可以从那边走上去。不行了，今天走不了了，今天只能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武汉颜色最好看的一座桥，通体蓝色，这蛮好看的吧，这个背景还行啊。然后刚才我那个朋友说，从今天开始武汉连续要下好几天的雨，所以这两天以后估计就拍不了夜景了。好了，拜拜拜拜。特别有意思，刚才在汉口那一段古天桥那边下那么大的雨，然后开车开过来，我朋友送我到这个汉阳的永安堂坐地铁，这边又没怎么下了。哎呀，有意思，这个上天吹着我回家呀，是不是啊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了，非常感谢这武汉的一些朋友们，知道我他们认为我心情不好，所以他们约着说一起出来吃吃饭聊聊天，舒缓舒缓心情。我觉得这帮朋友真的是蛮好的，非常感谢他们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，我要坐地铁回去了。 OK，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，我是罗宾，拜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